我们现在正在前往餐厅的路上，因为今天安排了一个给赵妈惊喜派对。因为今天给赵妈安排了一个惊喜派对，赵妈在这边。好，现在一起去看看吧。去看吧。今天的生日大餐安排在明水然乐松烟店。这里的日式无菜单铁板烧，里面气氛清幽，带点日本风情，蛮有质感的用餐环境。据说海陆套餐的食材都是顶级鱼货，一次就能吃到多种奢华的海陆料理。赵妈生日快乐！耶！茶好香哦！先喝汤，好，先喝汤，好好喝。哇，真的很浓郁耶，好吃，非常浓郁鲜香，浓汤喝起来真的非常鲜醇，温润又开胃。日本山药，后面是花椰菜塔塔酱，还有松叶蟹肉。那这道菜可以用刀叉比较方便。花椰菜塔塔酱好特别哦，搭配山药蟹肉，浓郁可口，好好吃哦。龙虾我帮你们煮味噌汤。这个是龙虾高蛋卷，可以搭配那个明太子面包一起吃。上面是鱼子球。哇，这蛋好嫩哦。对啊。滑嫩的虾高蛋卷搭配明太子面包和鱼子球，口感令人惊艳。功夫小卷，中间是乌鱼子粉，旁边是海藻跟紫苏梅酱。小卷鲜嫩又够味。调味堪称是点睛之笔。那这个是广岛牡蛎，底下是用那个柳橙做的酱汁，萝卜泥可以解腻。广岛牡蛎肥美鲜嫩，柳橙酱汁更成功的带出了牡蛎的新鲜海味。这个是北海道干贝，上面那个咖啡色它是日本的一种腌制物，叫福神治，绿色的是下一种。超大颗半生熟的新鲜干贝，口感弹嫩带劲，置物的搭配让口感味道都更加丰富，吃完真的让人觉得好满足哦。青衣搭配日式洋葱酱，谢谢。八分熟的青衣软绵滑嫩，搭配洋葱酱汁非常对味。你好，这个是澳洲龙虾，那旁边的那个是红萝卜酱，也可以试试看。新鲜的龙虾肉质饱满又 Q 弹，满满的鲜味，搭配师傅特制的酱汁非常提味。师傅也已经贴心的把龙虾壳处理过，只要沿着壳的尾巴就可以轻松方便的享用虾肉了。这个肉跟这个酱真的超相搭的。A5 和牛要出场了，光看这高雅的油花纹路就让人期待。入口即化，这入口即化。南蛮桂鱼子搭配日式的南蛮酱，它本身味道比较偏重一点哦。分量可以拌，好吃哎，龙虾头熬煮的味噌汤，味噌的味道被龙虾中和到，非常的鲜美。和牛牛筋炒饭。愿这世界的美好都能伴随着。哦，幸好是日文。哦，幸好是哦。它里面包的是红豆，旁边是抹茶奶霜。赵妈这次吃的开不开心？谢谢，开心，好吃。那我们这个奖
贾贾良人贾华侨，开不开心？开心。那我们再一次祝婆婆大寿生日快乐耶！吃完了，发表一下评论，你觉得这家怎么样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吃的好棒哦，真的、哦，吃的很饱，而且很精致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我们就一起说生日快乐，拜拜。因为今天给赵妈安排一个惊喜派对，赵妈在这边，好，现在一起去看看吧。看吧，今天我们的餐厅就是这家筷子餐厅。生日快乐！谢谢大家的爱心，给我这个80岁生日，太开心了！我没想到这么多人，太感动了。大家是从台中过来，感动太有心了，我都受不了了。这次为赵妈选了两间餐厅庆祝大寿，明水燃乐有宁静温馨的氛围，筷子餐厅很适合家族聚餐，分享给大家。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